被誉为大地之眼，它有自己的生命轮回，流水时光雕琢绝世容颜，发现求证揭开天坑奥秘系列节目《中国天坑探奇地理中国》即将播出。只看你前面的人，后面的由我们苍狼收队。慢点，慢，别着急。哎呦，哎，蛇，蛇，有蛇，有蛇。什么？水里边有东西在游。各位好，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《地理中国》节目，我是盛春。陕西省宁强县啊，位于喀斯特地区，深山中呢有很多巨大的天坑和洞穴。有一天啊，当地一位村民发现自家的牛走丢了，于是他赶紧到附近的山里去寻找。找着找着，他突然听到好像不远处的这个洞穴当中啊，哎，传来了牛的叫声。他马上向着传来声音的洞穴赶过去。可是正当这位村民准备牵着牛往回走的时候，这小水潭中一个亮晶晶的东西吸引了他的注意。回家后，这位村民把在水潭里看到的东西描述给村里人。原来他看到的是水里有一个以前从未见过的动物，这个动物的样子很奇怪，看起来像一只虾，但它个头很小，还通体透明，而且是在水里横着游。因此这位村民给它起了一个名字，玻璃虾。地理中国考察队听说此事后非常感兴趣，综合村民提供的信息，考察队推测，难道村民看到的是一种新的洞穴生物吗？于是考察队决定随同专家赶赴宁强县。宁强县位于陕西省西南部，这里北依秦岭，南枕巴山，与陇川相连接，是由我国西北地区进入西南地区的重要通道之一。到达宁强县后，队员们在走访中得知，村民看到玻璃虾的洞穴与一个叫做地洞河的天坑相连接，但那位村民也不记得洞穴的具体位置了。专家猜测，这种透明的虾很可能是某种洞穴生物。令队员们感到疑惑的是，奇特的生物为何会出现在这个连接天坑的洞穴中？天坑之中是否还隐藏着其他什么动物呢？专家说啊，在生物界有不少身体透明的动物，比如说就有一种透明鱼，这种鱼呢在水里的时候啊，您如果从远处看，它就像隐身了一样。不过您看，如果近距离观察的话，还是能够分辨出它们的鳃和内脏。栖息于洞穴中的动物被称为是洞穴动物，生存在洞穴的特殊环境当中呢，它们体态习性与洞外的动物有着很大的差别。专家推测，宁强县村民见到的透明虾很可能是一种洞穴动物，可它究竟是什么物种，仅凭村民粗略的描述，专家也无法下定论，还是要经过考察才能够进一步确认。考察队决定前往地洞河天坑展开全面的深境考察。为了确保考察顺利进行与队员们的安全，考察队请来了当地专业探险人员作为技术指导。先伸明一点，只看你前面的人，后面的由我们苍狼收队。不管你是休息啊、上次还是吃东西，要提前给说一声。
我们拉的时候一定要互相抓手腕，不能是手跟手这么拉。凡是不可降解的，可降解的全部都要带出来。在做了充分的准备后，考察队跟随着探险人员出发了。前面路比较陡，大家要注意啊！抓手的时候一定要抓活树，到树根底下抓。这块有个独木桥，那大家待会过的时候要注意啊！慢一点，慢，别着急，别着急，别着急，慢慢站。但由于坡度大、碎石多，道路过于艰险。即便队员们小心翼翼，意外还是不断发生。滚下去了啊！滑了一下。现在我们的背弓从3米多的地方摔下来了，我们现在得过去看一下。其实还要再往下查查一下的，对，疼的话你给我讲吧。由于背弓受伤无法行走，有经验的队员急忙就地取材制作担架。把一个毯子，毯子拿过来。3、2、3，拿回来。正头，正头，正头，现在可以了吧？这条你放心踩啊，慢一点，慢一点，慢一点，慢了，不要着急，前面再跟一个人，后面再跟一个人。完成救援工作后，考察队继续向坑底进发。慢点啊！就在即将到达坑底时，队员们发现，考察队无疑已经进入了一片危险的地带。哎，这边有蛇！哎呦，你怎么样，问题？什么啊？什么？蛇！蛇！有蛇！有蛇！有蛇！向导眼疾手快，用地上的树枝迅速地控制住了这条巨大的蛇，但这条蛇仍然不断地挣扎，试图发起攻击。向导一眼就认出这是一种剧毒的眼镜蛇，不一会儿它的颈部开始膨胀，口中不断喷出毒液。此时控制蛇的向导也有些吃力了。有蛇，毒蛇，离远点，离远点，远一点啊。是啊，眼镜蛇呀，这个是。是哇，看好大吧？看，你看好大。我们稍微离远点。哇，你看。然而，还是有一名队员因为躲闪不及，被蛇的毒液攻击到了。啊！手上有毒液了。啊？手上，来拿水，水水水，快点快点。拿水呢？水水水，快点快点。不怕不怕。没事。如果毒液喷到有伤口的皮肤表面，会对人造成致命的威胁。幸运的是，这名队员并不会受到毒液的影响。哎，师傅，师傅，抓住他，抓住他，抓住啊，抓住，抓住。渐渐的，这条毒蛇没了力气。向导趁这个机会将他引到远处，队员们终于安全地通过了这个区域。沿途植被茂密，走了没多久，考察队遇到了一棵空了树心的老梨树。王勇，陕西理工大学生物科学与工程学院讲师。现在从树上制造一个横截面，观察一下年轮的厚度。从这个年轮来看的话，最少500年。大树容易引雷电，电流从这个树心里通过，把中间的木头都烧焦了，它就慢慢就烂掉了。没树心并不妨碍它生长，周围组织还活着的，仍然可以维持这个树的生机。
继续前进了大约一个小时，考察队终于来到了天坑底部。坑底一侧有一个很大的洞穴入口，此时已是晚上六点，经过四个小时的跋涉，队员们体力都消耗巨大。大家决定趁着太阳还没有落山，在此先就地宿营休整，等到第二天再进入洞穴寻找奇特的虾。天色逐渐变暗，考察队的营地居然有一位意外的小客人到访。现在是晚上7:20，我们刚看到一只小动物跑过来偷吃我们的食物，现在我们开始保持安静。哎，来了来了。白腹巨鼠是一种比较珍稀的啮齿类动物，被录入世界珍稀濒危动物红皮书里面。这种动物在喀斯特地貌环境下才有，生活在洞穴当中，昼伏夜出，以植物性的食物为主。这个来偷吃食物的小动物啊，学名叫做白腹巨鼠，它喜欢在晚上活动，而且呢善于攀爬，经常的爬到树上摘果子吃。专家说啊，包括白腹巨鼠在内的鼠类以及蛇类，它们虽然出现在了洞穴附近，但它们仅仅能够被称为是洞穴游客，意思是说它们一般不住在洞内，只在洞穴的洞口附近活动。而真正的洞穴动物呢，被称作洞穴生命，是只在洞内的幽暗世界当中生存的。它们有一个共同点，那就是体内通常呢缺少色素，而考察队此行要找的玻璃虾很可能就是这种洞穴生命。第二天一大早，队员们已经开始为即将的探洞忙碌起来。这时，随队的植物专家在营地不远处的岩壁上发现了一种特殊的植物。这个岩壁上生长的这种植物，天坑特有的一种植物，一般的生境下是见不到的，所以这种植物呢还是比较奇特的。它对它的生活环境要求很苛刻，它专门生长在岩壁上，苔藓以及周围的一些附生植物呢，它们是共生关系。好，我们走吧。走。队员们沿着崖壁向洞穴进发。刚到洞口，考察队就遇到了一个近乎垂直的斜坡，想要下到洞底，队员们必须采用岩降的方法。邓哥啥？往下一跳，用那手抓着那个结，后再往后倒一点，对，抓住那个结。李老师，李老师，你先下。我在想我要不要下。石头，石头，哎，石头，小心，不够。下来，小心，先别下，先别下。一番有惊无险的岩降之后，队员们发现脚下是浅浅流淌的地下暗河，这里会不会有玻璃虾呢？四珍珠，这就有一个你这个沉积核，完了之后水滚滚滚滚滚。完了之后，碳酸钙沉积沉积，就成这种了。比较低洼的地方，一般石珍珠就比较多。在这里的洼地中，队员们没有找到那种通体透明的玻璃虾，也没有看到任何一种透明生物。不要把那个踩了，边上走。为了避免破坏石珍珠，队员们走到了较为干燥的地面上，虽然没有发现玻璃虾，但在这里。队员们有了其他的发现。地上那个粪便是什么？我还得摸，都是什么？哦，也不知道是什么。
王老师知道吗？这个应该是一种鸟类的粪便，至于是哪一种鸟类，暂时看不出来。不过从这个粪便颗粒的大小来看，应该是一种体型比较大的鸟类。为什么天坑底部能有如此之多的生物生存呢？水是生命之源，一路走来，考察队在洞中看到了水量较大的地下暗河。专家说，这为动物提供了必要的生存条件。此外，天坑和溶洞的巨大容积也为这些洞穴生物提供了栖息空间。走了不一会儿，队员们听到头顶传来了奇怪的声音。哇，对对对对对，到处都在飞，被咱们惊扰了。借助灯光，队员们发现这里竟然有一群蝙蝠。一般由蝙蝠活动的洞穴都是自然环境非常好的洞穴，因为这里恒温恒湿，它们在里边可以生息繁衍。经过辨认，专家告诉队员，这是大蹄蝠，它们是体型较大的一种蝙蝠。专家猜测，之前看到的动物粪便有可能就是大蹄蝠的。蝙蝠粪是很有营养的东西，很多生物会以蝙蝠粪便为食的。咱们在前面再去找一找吧。专家说，蝙蝠粪便能够为许多洞穴动物提供营养，生活在洞中的玻璃虾很可能也是以蝙蝠粪便为食。一路上，队员们遇到了各类洞穴生物，却仍然没有透明生物的线索。所以考察队还需要沿着地下河往洞穴更深处继续搜寻。这时，在洞中仔细寻找玻璃虾的队员看到了一个奇怪的生物。这边哦，这儿，哇、哦、哇、哦，一条白色的马路，哦，它正在爬呢，顺着石缝爬行。原来这是一只马路，也叫千足虫，但专家说，它与在洞外生存的马路截然不同。洞外的马路一般为黑色，而考察队发现的这只马路竟然是白色的。它身体也是白色的，没有色素，在它的生命里光线是不存在的东西。大约又走了十几分钟，有一名队员有了惊喜的发现。放手电照的地方啊，这是一只线虫，生活在黑暗中的洞穴中，它不需要色素来保护自己，所以整个身体呈透明的。它现在缓慢地沿着这蛛丝的爬动，就一半绿一半透明，其实都透明的。它的内脏看起来呈绿色，肯定是因为这种线虫经常啃食岩壁上的这种绿色藻类所导致的颜色。白色马路和透明线虫的出现，顿时让队员们觉得找到玻璃虾的可能性大大增加。队员们沿着地下暗河继续仔细的寻找，突然在一小片水洼里好像有东西一闪而过。水里边有东西在游。我看是什么在游？白色的。果然，队员发现了一个透明的动物，外形似虾，而且横着身体在水里游动。这应该就是村民们所说的玻璃虾。这个玻璃虾看起来还真的非常奇特。地球经历了几十亿年的演化，只有不断适应环境的生物才能够存活下来，而且呢，这些生物啊，一定有着独特的生存技能。您看这个动物，通常呢，它被叫做小泥。这种动物呢，已经在地球上存在了3亿多年。它的体温呢，会随着外界温度的变化而变化。一旦温度过高或者是过低的话，小泥呢，便会进入休眠状态，从而减少甚至是避免外界带来的伤害。生存在洞中的透明生物，它们的身体器官和神经系统经过漫长的演变进化，逐渐地适应了幽暗的洞穴环境。可正当队员们为找到玻璃虾而感到兴奋的时候，专家却说，这并不是一只纯粹的洞穴生物，
专家这么说，又依据的是什么呢？仔细的辨别后，专家说，这个动物学名叫做钩虾。专家补充说，虽然看起来这只钩虾身体透明，但其实它并不是一只纯粹的洞穴生物。那么，完全进化成洞穴生物的钩虾是什么样子的呢？专家带领考察队离开天坑，回到实验室。他拿出了一份实验室保留的洞穴钩虾样本。借助高倍显微镜等专业仪器，可以更加细致地看到钩虾的样貌。赵立，成都华西昆虫博物馆馆长，高级生物工程师。你看，我们现在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头部了。我们可以看见，本来该长眼睛的地方是一块白色的东西，就是说眼睛已经退化成一块白色的组织。在显微镜下，队员们看到，这只进化成熟的洞穴钩虾身体内毫无色素，眼睛已经退化，有可能经过几万年以后，它身体的色素就逐渐消失了。眼睛的退化这个过程可能要经过数百万年。而相比实验室的样本，队员们发现考察队在天坑中拍摄到的钩虾身体仍然有些色素，并不是完全透明的。专家说，造成这一细微差异的原因，很有可能是天坑独特的地理环境。专家推测，天坑底部的地下河水量大，流速快，在天坑还处于地下溶洞的阶段时，洞外钩虾随着流水进入洞中。在这期间，适应洞穴环境的钩虾生存了下来。而在天坑形成后，天坑像一扇窗户，为溶洞带来了光亮。在这个阶段，能够适应光线的部分钩虾才能继续存活。于是，钩虾的色素便停止了退化。最终，地洞和天坑中的钩虾种群仍然保留了一些颜色。至此，寻找玻璃虾的考察圆满结束。伴随天坑洞穴的漫长演变，以它们为家园的各类动植物也调整着自己的生存策略，为掌握生存优势，它们形成了独特的形态或习性。由此可见，地理环境的差异对塑造地球上生物多样性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。和高山沙漠一样，天坑呢，也可以视为是一种天然的地理屏障。它为生物提供了一个特殊而隐秘的进化舞台，亿万年间上演着一幕幕适者生存的故事。不论是白腹巨鼠，还是透明奇异的洞穴生命，这些使用着不同生存策略在洞穴生物圈内伴生的生物，也让天坑充满了生命的气息。而天坑作为一种自然奇观，它的家族成员众多，个性样貌也迥然不同。明天的地理中国节目，我们将为您展现天坑家族的世界之最。好，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，我是盛春，咱们下期节目再见。